几下拍了。对，没事，可以可以，就后期我们把音都录掉。嗯。四分之一。三个火线，一个恩线。嗯。好，你可以。嗯。拍，然后这个。嗯。插到这里。不爱，因为你调焦更准稳。哎，你把它放。然后把它拧开。嗯。按这个钮。嗯。好，看这里对不对？嗯。就一直按着。就一直按着。盖上。这个说水位大概在这个绿色范围内都可以是吧？嗯。尽量的那个什么。嗯。啊，那你可以。行。放下来就。这里是。就进水就完成了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打开这里。嗯。嗯。然后再按下这个开关。光纤器都工作了，现在就可以用了。哦。哎。嗯。这调一下那个什么嘛，语言嘛。666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这样不动了，它也不动了，不是那个什么环境。可以了吗？没有，没开光现在。行，你要开始就开始吧。说开始了，不开啊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开始了。开始吧，你开始了啊。嗯。换一下了吧。好，行，照看着。